这开什么没控制住？我漏金了。没关系，等我给你打个马赛克吧。现在很多人在家里没有办法洗车，对吧？然后高楼大厦接水接电都不方便，但是我们今天搞了个好东西，当当当当，汽油高压水枪。但是现在我们先把它装起来。就这样吧，枪要先架好。双层玻璃网，这一个大的，这一个小的，玻璃网嘛，砂石嘛，是啊，然后这样子就往水里面一扔，压的，而且它有这么周密扔到水里面去嘛。再拍个东西，哎呀，真好。因为这个东西呢要接水电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水箱接满一箱水，然后这儿呢有一个土豪哥哥，他打算先从这个洗车机里面把水接到这个水箱里面，然后我们再接我们的洗车机来洗车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你这水好小，我靠，我怎么走到哪儿都是漏水啊。还好了，起码不是外面淋雨了。我靠，我这个东西一直没关，然后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外面下着大雨，里面下着小雨，我的相机到处都被淋湿了，然后现在这里充了8块钱的水，然后据我们土豪哥说，他应该是可以充满一半水，那应该就差不多。哇，这又是漏水。我操，这个终于打开了。这你是什么的？这个是别针对的车机，你对轮胎，你去试一下。你离远点，离远点，这个压力感觉比较大。哎呦，可以。传说中的雪崩洗车液。每次但凡洗车一定会下雨，下雨摩托现在就是下雨了。我们准备好了一大堆东西之后，现在我们准备正式开始洗车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看不到监视器在前面这里，所以我应该已经摇匀了，试一下，没事。好爽啊，这个卧槽，好过瘾啊，这个这下雪一样。喷那边，喷那边，喷那边。好，过来，对，好，可以，还可以烧快一点点。哇，看这个雪崩液，再远一点。明显进步了。哇，看这种，我用完了，你这个就。趁着刮流的时候，我们先把这个轮胎先洗了。你里面算是比较干净的，就是把挨个这种擦，然后边上这个，等等啊，哎呦，我操！完犊子了，我把油门关小一点看看。
哦，热车的时候就直接那个风门开最大就可以了。啊，风门直接开最大。哦，风门可以直接开最大。对，因为这油门是不要开小，因为这个我们刚刚是热车，而且这个热的发动机。完了，完了，不该关那么一下。我操，又要搞半天，小心烫手啊，那上面。哎呦，这个地方烫，这个还好，不算烫手。看我来，哦，你连 on 都没有开，一脸鄙视的表情看着你，我现在是。这是已经冲过的地方，干干净净。这是已经冲过的地方。其实本来不应该用这个海绵来吸的，我觉得海绵好一点。不是，海绵它吸了沙子之后，你洗不掉它。我当时没想着买洗车手套。那你的那个车钥匙拿吗？我靠，超大的声音，战斗机，战斗机。传说中的战斗机就是这个效果了，太。然后现在上水激活，今天我就不打蜡了。啊，这个矮了，我发现这个。我要蹲这个，啊，一条湿毛巾，然后四折。哎，我发现这搞得我现在气喘不赢的，讲话都是这个，那个气喘呼呼的。一条湿毛巾，一条干毛巾，然后我们现在看着，首先先摇匀。你看这个往这边一喷，它就开始掉水了，发现没有？啊、往上面一喷，这个水就开始往下面滑了，已经、哦这个。然后就拿这个抹布再把它擦匀一下。我、哦、操，这个我感觉就像擦哦，好香啊，这个水激活。喝了葡萄味的果汁，你喝不喝？哎，喷香的。葡萄味的果汁，擦一遍，然后再用干毛巾把它擦干。既然不用的话，我这瓶中你全用了。你全用了吧？你看我多奢侈啊，用的。是的，我觉得你这样用起来确实有点奢侈。啊，说了让你试试我的渡渡鸟。Thank you.
秀美腿。